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啊。那现在呢，又到了这个我期盼已久的啊吃午餐的时间了。那看咱今儿吃点什么，好不好？护国寺小吃啊，清真的。今天这个有大风啊，人不是特别的多，往常都得排很长时间才能点到餐。我这边点完了啊，一个是我超级爱吃的鱼香茄子，还有一个是这个牛肉饼。基本上每周日啊上这个钢琴课啊，来他家吃啊，都吃这份套餐啊，鱼香茄子加这个纯牛肉饼啊，超级好吃，就上来就知道了。我的牛肉饼好了，刚出锅有点烫啊，所以咱处几个眼儿，让它凉得快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饼是特脆的，一杵就眼儿。哎，杵完这个眼儿，立马闻着这个牛肉的香味儿。咱们就差鱼香茄子了。我的鱼香茄子盖饭好喽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一满盘啊，这鱼香茄子这个味道特别窜，这个鱼香还有醋的味道都窜鼻子里。尝尝味道，茄子倍儿嫩。没人说，好吃啊！我每周上课啊，都来他家吃这个鱼香茄子盖饭，还有牛肉饼，味道超级好。27块钱，管饱又管好啊！尝牛肉饼吧。牛饼量差不多了。我给大家看这肉馅儿，我大家看看这个牛肉馅儿特别的厚，而且这牛肉特香啊，清真的。那我先趁热吃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这份套餐27块钱值不值？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相互。喜欢就关注格子，关注格子。